假如动漫人物参加鱿鱼游戏。惊奇必是武学奇才，我只有几本秘籍定能助你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借我看看啊，快还给我！独孤九剑，精忠照，不赖啊！哎，这本适合你，适合你妹啊！哎呀，今天我放你们一马，多谢少侠相救。作为报答，让我为你们打造兵器吧。什么都能造？都能造。我去，还真的什么都能造啊。少侠可还满意？满意满意，五星好评哦。武林大会。ZIB 小队注意，还不去异化丧尸出没，就将他抓捕。小 case 了。对了，大魔王啊，你还有一个秘密任务，就是帮 Mr. Boy 脱单。你小声点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异化丧尸正在朝异区移动。别紧张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目标丢失。哎，大木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也毫无收获。喂喂，现在这儿好机会。一会儿你假装偷袭那个女生，给凤制造英雄救美的机会，两人坠入爱河 ，Happy Ending， 完美收场。还不快去，别搞砸了。孙瑞克，小心！就是这样。假如动漫人物参加鱿鱼游戏。凤毛困难。别干。漫画家快帮忙啊。男生带妹子打球。大魔王带妹子打球。面对疾风吧。
你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？礼物倒是有一个，不过没那么容易拿到。您的星空彩妆礼盒送到啦、哇，这么快就送到啦，买哪个好呢？这个我早就想要了，色号满分，还有这个之前怎么都抢不到，还有红包呢。主人，您的快递到了。我太难了，笑死我了！你们听，那些被眼镜封印的颜值，我晕死了，以为世界有魔法。这里衣冠不整，说不招待。怎么样才叫整齐呢？起码要打领带。我有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是紫薯，我在孤独地执行着2020任务。还真有点扛不住了。辛苦了兄弟，接下来让我们扭转乾坤。Trapping